《易经》中最关重要，而魏汉宋诸家争执最烈者，则先后天是也。夫先后天之名，由来已久，为宋以前儒家未言及之，所传者皆道家也。至宋周少诸子得知道家，众为权势，于是先后天亦为儒者之口头禅。而汉学派则非难之，未非经中固有之意，非孔门传授之词。公结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其实先后天云者，意象本来有之，不独意象有之，即凡天地间事物，数与气之推迁变化，时与未知地善往来，无一不有先天与后天之分也。就意象而论，自伏羲初画八卦，后之记者有连山归藏周易，其事记忆，其用一书，则其名与义自有前后之差，而其体与用自有正辨之别，则虽欲不为先后天之分不可得也。一之言曰，先天而天福为，后天而奉天时，则先后天之名，故非后人所臆造者。就臆卦象而辨其为先后天，故以名甚。从臆文辞而推其属先后天，臆以者甚。所习秦汉儒者，未尝错意，不为著名，未尽以降扫象之习既行，则关乎此类名义，更无人说起。此易学之荒秽，象术之失传，何疑乎道家独得之真？故先后天时无可非议，所要者在先后天之真正权势耳。夫先天后天者，以文字言之，则一前一后之意也，而不曰前后者，则以其非仅前后之书也。盖虽前后，而于中生变，有前后界，无前后之行也。如以八卦论，由伏羲之至上干下坤者，一变而成文王之至为上离下坎，是也。夫离坎故伏羲卦中原有之象，而以其地位，则非复原有之用也。故离坎代乾坤，而乾坤退于未之象，虽由伏羲原有者一意，究以与伏羲原有者大异其趣，故前后之间以大变矣。由之昨之与今日，时虽同而其次已不同，则不得不更细之以明，而知其别，使人易事也。故名之曰先天后天者，名其大别于一天也。古人定名必有其意，其曰天者，指其象之大也，是其时之久也，名其数之广远也，是其用之玄殊也。故曰先天与后天焉，一之本天道而演其气数也。人物生化莫不根于天，则凡类此者，皆天之属也。先天者先乎天，言在后天之先也；后天者后乎天，言在先天之后也。虽同此天之名，而异其次，则先天与后天，非首末始终之比也。故名之先后天，而不谓之为前后也。夫先后天之为名，既如是数，则其所以借此二者，必依势力，不可苟也。如卦之先后天，以文王位出于伏羲，而异于伏羲，故得名以先后天。
若非如是者，则不得名之也。文王之意，虽权与伏羲卦同，而其地位不同也，其次序不同也，其首末始终不同也，故其用不同，则虽同一卦，而各异其意，此由同而异也。然名故同，象故同，气数之消息往来故同，人天之皆应和合故同，则虽异其用，而其体人同，此由异而痛也。如是则无异也，不得谓之先后天，无痛也，亦不得谓之先后天，唯其由同而异，由异而同，方谓之先天与后天。盖天自是其同，先后是其异，此命名之经，有不可不知者也。夫先天后天之别，亦有可得是者，则由于气数验之也。大抵象之所观，皆气数之所至，而其属先天者，在于气化，属后天者，归于形身。凡由一气所分，一之所判，统系昭然，生化不乱者，皆先天者也。其由二五构经，阴阳交错，有合则化，有偶则生者，皆后天者也。故先天之象简以纯，后天之象杂以繁。先天之生化纯乎自动，后天之生化必以和合。故原生之物，以本体自分而未生者，先天之类也。形生之物，以雌雄交合者，后天之类也。其如卦象，伏羲之卦，由乾坤分出不相错，故谓先天之象。文王之卦，以四正四余交错来往，故谓后天之象。八卦如是，六十四卦亦然，其为先后天界限分明，毫无疑义，并非徒以前后言也。由是推之，则天地以下，无论事物，苟有气数，莫不有先后天之分；苟有生化，莫不有先后天之意。不独异象然也，能明此理，斯能明先后天之名与义，而不制作无谓之争执，谓未达之功结也。图像。